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玩王者荣耀这么久，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注意到了，排位有单排、有双排，还有三排和五排。此时你会很疑惑，为什么没有四排呢？其实最早时期是有四排的，但在2016年的时候就被关闭了。原因就像公告中所说的那样，四排的时候总会安排到一个单排的朋友，这对孤狼来说是不友好的。四排时，单排的那一位只能是补位的存在，其他四个人往往根本不在乎他。再加上如果一旦坑了，就可能出现以多欺少的现象，对单排玩家非常不友好。而在游戏里，想要投降必须是四个人都同意才可以投降。如果是四排，只要这四个玩家觉得不想玩了，就可以直接发起投降，瞬间结束一局不太顺利的游戏，根本不会出现逆风翻盘这样激动人心的战局了。这样久而久之，对于单排的玩家实在是太不公平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，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